了因为解。他那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，你说跟碰哥，你现在一毛钱也没有，你对。还可以拿我一些钱，还在那边，好像当做我是应当的，哎，是连那什么，因为对，谁找我找不到，我现在会通知公司礼拜一哈，会跟他联系，会跟他联系，叫他。他如果要卖，叫他来拿来公司给他收，给他卖起来，对啊，就礼拜一请对公啊，司跟他联络就对，请他来一趟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就可能就会我会跟公司讨论看怎么弄，然后也好。不给，不要就是不想给他占便宜，了因为解。他那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，你说跟碰哥，你现在一毛钱也没有。你对。还可以拿我一些钱，还在那边，好像当做我是应当的，是哎，连那什么，因为对。谁找我找不到，那现在他对债务到底变多少啊？现在这样，你帮他弄了之后。他债务我其实已经帮他处理，差不多8000多万，快9000万，哦，是，对。现在还剩多少？其实剩没多少啊，因为上次不是说是还有6000万？对啊，剩没几千万，剩没几哦，千万，我不是，有的人就给他们股份嘛，我就说我的把我的股份让给他们，对，哦，先他让放，给你是给你一个保障，对，哦，那到对。时候你留不留？如果我想要，你要卖，我再给你买也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也对，没有。日期是那个也没有实质的说去讲日期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只是说对，对，你们先拿到一年，你们想要买，你跟我提，那我等我这边比较方便，我再给你买回来都没关系。你把它呀，听成就是好像我应应该要该怎么要做怎的，么做，